伤悲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你说你好累，已无法再爱上谁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Kelvin 啊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歌唱小教室啦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讲嘅呢一首歌就系周杰伦嘅《一路向北》啦。咁呢个歌曲教学咧，同歌曲分析梗唔一样啦，因为歌曲教学我哋逐句逐句咧系教大家唱嘅。咁而今日咧，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咧完成到呢一首歌啦，吓。咁所以我会系有一个 marking 俾咗大家嘅。咁呢个 marking 咧会同原唱一样啦，但系同我唱出嚟嘅可能会有啲唔同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我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吓有咗呢个 marking 之后，作为一个参考，然后有自己个人风格唱到出嚟嘅。咁啊，话说就系呢个女主角咧就比绿帽男主角大，系嘛？咁啊，呢个男主角就系周杰伦啦，所以咧喺佢喺唱嘅时候咧可以加一啲咧比较。唏嘘惨淡吓，少少即系嗰种，唉，我都冇咩办法嘅感觉。OK， 所以我哋攞呢一个声。后视镜里的世界，越来越远的道别，你转身向北，侧脸还是很美。我用眼光去追，竟听见你的泪。啊，你听到咧都系颓嘅成个感觉。OK， 嗱呢一段咧，音高就唔系好高，所以咧大部分男同学咧应该系游刃有余嘅。好啦，跟住落嚟下一段啦。嗱，下一段咧进入一个叫做有高音位啦。咁我哋先咧唱咗前边先，前边咧冇乜太大分别，只不过歌词改咗咗啫，都系咧 keep 住呢个颓势嘅。OK。在车窗外面徘徊，是我错失的机会。你真嗱呢度留意一下啦，嗱呢度咧开始咧嗰个气势咧开始上啦，所以咧有啲渐大，但要做嘅。咁同埋咧呢一段咧，我觉得系最难嘅，因为喺唱嘅时候咧，大家记住啦，吓要将个声带闭合咧，唔好松开，一松开咧，你就可能会濑嘢啦。OK， 咁而且咧你嘅喉头位置系会高嘅，咁试下尽力咬好啲字，同埋咧千祈啊，千祈唔好咧系咁样唱嘅，即系你真的范围，即系唔好死推气，留意好你嘅声带闭合，留意好你嘅咬。留意好你的喉位 ，OK？ 嗱，试一次咯。你站的方位啊，方位跟我从前隔着泪，接近一直在后退，你的崩溃在窗外零碎。嗱，呢一句咧要小心啲嘅，即系其实我觉得最难咧系接近一直在。好，好多人会咁样唱嘅，小心啲，唔好喷气 ，OK？ 接近一直在后退，后退，你都崩溃在窗外零碎。啊，嗱呢度留意下你嘅咬字啊，千祈唔好唱唱唱。咁喺做嘅时候咧，我建议大家可以紧握你嘅拳头。喂，你都崩溃在窗外零碎。如果唱唔到嘅同学咧，可以试下攞一个巴字。巴巴巴巴窗，咩？咁你就会啊，容易啲唱到啦。OK， 好，我哋终于嚟到呢个副歌啦。啊，副歌咧，反而我觉得冇前面嗰段咁困难嘅。嗱，副歌咧，嗰个难嘅地方咧，就系咁情绪咧，有少少要跃进嘅感觉。咁但系你又唔能够系太过七情上面嘅，所以你喺第一段嘅时候咧，佢依然系轻轻地唱嘅。OK， 我一路向北。你说你够累，已无法再爱上谁。嗱，呢度咧留意一下啦，就系、是、咧。你记住喺唱嘅时候唔好全部嘢都好大声，因为咁样咧唱歌就会冇层次啦，就好似全部嘢都好嗌，咁就未必好听嘅。所以呢度咧你要适当地收 ，OK？ 嗱，譬如呢一度位啊，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，你说你好累，已无法再爱上谁，风在身路吹，轻落嚟。不退，细数惭愧，我想你几回。
咁啊完咗第一段啦。咁好啦，咁呢一首歌咧，其实仲有一个咧系比较阴湿嘅位嘅，喺最后一段啦。最后一段有一句系和家树超越，系咪？但嗰句咧系要转假音嘅，所以嗰句你系要唱和家树啊，得唔得？即系你要有一个、拉上去嘅。所以我哋可以试下练一个咁样嘅练习，得唔得？就是、我哋叫 yodeling 啦，增减嘅练习。所以最后一句我哋会唱和家树超越。咁我 prefer 会喺个超字吓换翻落去真音，咁啊唱出嚟个感觉咧就会比较顺畅啦，得唔得？咁我觉得今次呢一首歌咧最难嘅地方咧就系、第一留意声带闭合嘅位置，第二留意你嘅喉头位置，唔好俾佢咧升得过高。最后一样嘢咧就系、唱歌嘅时候唔好推气啦。OK， 咁啊大家记住呢三点，咁啊做完之后咧应该咧就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噶啦。咁啊当然啦，记住啦，唔好完全模仿周杰伦嘅唱法。所以我俾大家嘅 marking 咧就有参考吓，慢慢你哋可以有自己嘅谂法吓、等你咧可以唔似周董，但系唱出嚟一样好听。OK， 今日呢个歌曲教学咧就去到呢度。大家如果中意呢条影片咧，记得 share 三部曲分享俾你中意唱歌嘅朋友。咁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见面啦，拜拜。后视镜里的世界。越来越远的道别，你转身向北，侧脸还是很美，我用眼光去追，竟听见你的泪。在车窗外面徘徊，是我错失的机会，你站的方位跟我中间隔着泪，接近一直在后退，你的崩溃在窗外零碎，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，你说你好累，已无法再爱上谁，风在山路吹，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，细数惭愧，我伤你几回。